们所在的这个园区啊，人工繁育的现在有15000多头这个人工种群，哎，这个种群呢还不包括我们已经放到以外和在国内的这个动物园啊，还有这个其他的饲养场可以养殖的这个数量，总共加起来我们就有20000多头这个养殖。